去。对，那塞进去之后呢，我们开始就是，先充分的混合，好，这样子反复的动作，先充分的混合之后呢，我们拿出卡夹，对，那用比较大滴的方式去滴这一个视窗哈。哦，有点像滴眼药水一样哈。然后三滴之后，这你还滴两滴，再滴再一滴，对，三滴要大滴的哦，有比较大滴一点。那滴完之后呢，我们就把它放回去，对，那开始。